哎，各位兄弟兄，你现在讲到第75页后面占了第三行哈，团你的提拔团，因为以后啊都是属于那个团你神性该说明，前面讲的提拔，现在要讲提拔团的团你神性，看到那个。远古的解释香港啊，提拔女人向说下神地感有了苦果故福乐恰数次言说小菩萨恨不贪群乐以是实陀波轮卖心干求八者吸一记头发搬起忙起之类一时苦恨任何不敢苦过苦。也说明一个疑问，基本上跟你们的意思是说，前面经文上讲吧，众人杀神杀性命了，不是做个时间清清苦杀神杀命，所感的果报就是有了个苦果了烦恼啊，有了就是有烦恼，一个错有为福的初相布施，这就是含有的个烦恼啊，众人清辛苦杀神命了不是个修因，将来感觉呢福报相亲呢仍然会出来了，仍然受苦报，所以仍然只能感受到有烦恼，最后结果痛苦啊，那个苦果，所以有相不是杀神杀命啊，出相不是啊，福报比较乱乱啦，就是疲乱不属性的意思啦，跟众人杀神明按辛苦布施得到该果报福相亲的仍然还要轮回受苦，所感果报的最后还是苦果，所以说地感有了苦果啊，神上下面的也是都地是啊，地感有了苦果，只是感受到最后烦恼无端还要受到苦报，按你所以讲吧，纵然神明不是按辛苦，结果啊还是受到苦报的最后的结果，所以这个福报纵然有去浅落不属性，不过就把这个道理讲起来，以前数次言说数次金刚八戒依法修学，或者同的两个托理讲不认同言说努力修菩萨托的修行方法，不会讲群乐辛苦，不贪群乐，贪啊穷气的意思，穷气啊，不贪就是不会穷气，不会讲，唔会讲讲，哎呦，按辛苦，按劳苦，唔会有按你嘅观念，所以不贪，唔会有讲穷，存劳辛苦，冇有按你嘅观念，啊，比如像萨陀波伦菩萨，卖心观来求八戒，啊，有像微缩一记能够成就清净菩萨道嘅方法，能够从千国的上台投下方的佛行空来去接受，为了搬起来忘记自己的身体，把身体受到最后的杀神的痛苦，按理说起来兄弟都是修好佛法的人也是能够团烦恼的，可是呢最后的结果啊仍然还是提到苦果，比如说嘛卖心肝杀心肝也是苦啊，头发杀神都是苦，跟我们讲
呢啊，要行为书的库本呢，也就神上面的个疑问啦啊。各种人小白者，确实挨看到小白者嘅也有苦嘅所在。前像释陀波伦菩萨、释陀波伦印度法、反神中国法，按到上体、上体、很上嘅上、上处嘅上体呀、啊。求思变作在皇帝嘅第一个体，上体就是上上体库。释陀波伦菩萨为了要求把这个脱离，啊，念一讲吧，有人爱买一个心肠，爱买一个肝肠，既能够把心肠、肝肠拿来验出来，卖来求把这，一个故事啊，出差太子图论，太子图论一百件，才提九十六件开始啊。讲释陀波伦卖心肝而求把这个故事，哦，文思清畅，讲出两件。其实呢，所有的把这部的经典都有两个故事，太把这经也是有讲到，以前文思多多两三件，说明那个上帝菩萨辛苦求把这个啊各种的苦恨。太平八节也有，都是在最后。小平八节十件，就是七十件，文字还简简约，说明那个上帝菩萨啦、啊，为了要求把这个脱离，啊，有人讲你还能够把心肠肝肠啊验出来，咁啊就愿意把这个法啊传出本意，就上下能够按来做到。那你也是挺辛苦的事情啊，为了求把这杀你的心肠肝肠也是挺辛苦，这等于杀神不是没重要吗？ keep 一记头发，一记头发的意思啊，的脱离是出差的个按照发扬人的十体品礼拜日讲发扬经哈，发扬人的十体品方程讲过十体品的第三体，十体品第三体啊，有一段话来讲，讲要有人言，我有一句佛说说法，能向菩萨听。你今将能入太佛行，受其太苦，当以想矣。讲有人按来讲，讲我有一句佛说说的法，能使修行菩萨脱得到清净。他说你还有点爱的地方嘛，你还能够挑你佛行受苦，他按其他的痛苦你能承受，我就能够把你的几乎法传授给你。菩萨刚才就按来讲，菩萨你是造一世念，我以一几乎所说法向菩萨献故，假使三千太监世界太佛满中，双欲穷于梵天之上，投身以下，亲自受持，抗受佛行而不能入。第一段经文，在《华严经》十体品第三体，就是八十卷《华严经》的第三十五卷啊。第三体的法光地菩萨这位方啊，说明这个求法的精神，讲能够把这个身体啊。唔会辛苦，为了一个佛法，投入佛行来接受了一个佛法，第二就是主角方向的一个投佛的故事，为一个佛法投入佛行来接受了个佛法。接下来讲半期忘期，半期啊就是两期啦，一数期四期啊。半期是两期，半期忘期，期就是神期。半期忘期的故事啊，出差涅槃经，台湾涅槃经，涅槃经有南本北本，北本涅槃经才第十四卷，南本涅槃经才第十三卷模样。也意思是这样的，讲释迦牟尼佛啊，
在救人及前行菩萨多的时间，精进求法，希望能够得到佛所说的正法来修学，来团返老了三世神佛道。那么当时释迦牟尼佛的前身行菩萨多的身体啊，很多雪山童子，雪山童子啊，雪山呢有个退化证明嘛，该唔记得啊？可能就是带出雪山上受苦恨行菩萨多，成为雪山童子，也成为很多雪山太师啊，太师就是菩萨。讲起有一年啊，出雪山上啊，在追求佛法，看哪位方有佛法好本起来学习。那么突然间呢、啊？唐道两句讲诸行无常是什么法，像唐道的两句，其实唐道就说像讲的两句比你后面还有两句啊，诸行无常是什么法，我们世间有为法都是无常，容易变化却容易坏灭，所以是说的什么法啊，比你后面还有两句。那么原子就到处跟秦坤俩激发来人的上头那边啊，秦来秦去秦到一个罗刹，罗刹鬼亲雄恶的罗刹鬼啊，那俩两激啊就是从个罗刹鬼的在香港出来的诸行无常是什么法。小三同志看到罗刹鬼讲的两激发，他就行前要求他说，那你还没有还有两激吗？你讲出来啊，不是供养本爱好修学啊？该罗刹鬼讲，我现在读经记讲不出来，我二十八章讲得出，用该罗什么个呢？我供养啊，用我二十一个人的三现用，是现用啊。那无现用何事呢？我该两句话我讲不出来，用该呢？我的身体就供养本事啦。该人家两句话嘛，就传播爱啊啊！啊，不过我本事睇嚟，我发育得唔多啊，我上累各国嘅书堂行啊，你就该两句话讲不爱，我躺到了你再打过来，我就跳落人家再行一本意思。佢按你做的啊，因为讲啊，平常讲嘛，我讲到你躺到你走睇嚟，我识唔多啊，我讲人上各国啊，啊又讲啊，该人哪里？人家两句话，该发讲不爱。我就跳下了本身，我得法了啊！孔孙讲话，九门陀随时可以啊，佮唐道佛法随时死都可以啊呢。所以这个苏丹行啊，就等等那个罗刹，如果讲开后尾两句话，就是后尾两句就是神灭灭义，神灭为乐啊，诸行无常是神灭法，神灭灭义，神灭为乐，唐道的两句话。雪山同志就在书堂上跳下了本罗刹石，搞到搬起忙起啊，为了搬手起，搬起搬手起是两句，后边两句神灭灭义，神灭为乐，为错了两句的方法，把身体忘记的个痛苦啊，杀成本罗刹石，两三样事情的故事。引体求法吧，都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啊，所以说一时苦恨啊，说两个求法者也是一种辛苦的修行法门啊，跟两般求法者按辛苦杀生，两般不会感受到苦果呢啊，下面的解释说有哪不敢苦果福，两般杀陀波轮卖心观求法者啊，菩萨为了一己祈求佛行，雪山同志为了搬手去啊，杀生命，跟我们其做个时间安辛苦，其将来不会感受苦果呢？佮一样也是苦行嘛，我们不会感受到苦果呢？啊，你个问题，下面佛嘅答复嘅法讲，以来孝以慈敬啊，太我法逆狂。随处苦果啊，安可以车厢者同意意义在。上面讲话，小物这个人众人小苦恨，小应该是叫水苦啊，但是既能够
了解我这法则有小处，破除我法依执，依来就是佛，小就是开始啊。开头就讲我修持金刚经，修办这法门啊，佛讲说本愿堂，既能够通达我空法空两种的道理，我法依空，我执破尽的我相空，就妄言我相，就我执空，法执破尽就无法执，就是法空啊。而每其意见破除我法依执，得到我法依空的真理，所以虽然呢 做的时间是辛苦，结果唔会受苦过，谁受苦过啊？既然我空法空啦，万人去受苦过，敌的我法两种同时空，就是无我相。既然无我啊，那还有苦过呢？有两个我的身体怎么有苦？无我就没苦，所以每件一件敌的我执空，破除我执，无我执而我相空，所以就不会受到苦果。这万人去受苦果呢？谁受苦果？万人去受苦果呢？我相不可得，自己人无我，无我就不会有苦果啊。那其破除我法依执的小法小白者的人，能破除我法依执，让本可以留的初相不施的人来同意言语呢？还可以车厢在同一意义在还是疑问词跟来可以讲话留个停车以我想个接触去重的人，还有我想的人，有烦恼的人，所有的接触到苦果的情况，来留给中央的看法，不能按来相提并论，不能同意意义，就是说不能相提并论啦，两三个结果无重要。初相不是随下神明，只有我，因为只有我这嘛，所以这个我相存在。那么福报相亲的呀，也给我这继续轮转，所以还要受苦。修嘛，这个人开始修的时间虽然辛苦啊，但也没几能破除我法依执。我这法就空了，万人去受苦呢？让板可以留个停车在我这的油箱跟人的情况呢，是老几中央的看法，不会按的。车停车停车停车在我箱啊，有我这停车在有我箱啊，这当然啊，这就是人人苦人苦过小伯这个人众人人体苦，可是我相处了，所以没苦过，人人错了喂也给你们老解释了，同时神算明清楚了，后面的文字啊就容易了解先看经文。师父提愿欲波罗蜜，如来说非愿欲波罗蜜。流通本的金刚经啊，下面还有一句四名人欲波罗蜜，人本无，人本无有的个如来说非人欲波罗蜜的非字上面还有一只字词，有的写作如来说即非人欲波罗蜜，这只字词也是后人加落去的，不应该有如来说非人欲波罗蜜下面无四名，不是四名人欲波罗蜜的字按照这个广明龙居士的教准的本子行按照广明龙的教准，经验为讲四名人欲波罗蜜的字可能是明朝以后的人加添落去的，如果看到其他都有四名，他就停顿四名起来，所以两种说法不对，不可以啦，不应该加个字因为你用意在而杂志两个粗糙回啊显示某两个粗糙也不必建立两个假名，
所以你要以他呢先说明一个修把这个时间同时要修前五土，以前五土的修好的时间呢必定要欺骗了个把这土的用意。所以也个意思说明讲话无两个把这不能成为婆罗门的用意，所以说非人有婆罗门莫加寺庙啊，流通文有寺庙是不应该有的。先把两段经文读下去，何以故？释菩提，以我是为果利王，各切身体，我以你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殊杂相。何以故？我以王是节节几界时，要有我相、人相、众生相、殊杂相，因生憎恨。我先说明了一段啊。后面的解释讲，此团此说委托苦果尼也。讲的啊，一团经文啊，是说明讲话，团处人因为讲话，数次讲说不知，因为讲话摩托你的个结果的苦恼，有这种疑问，就是讲啊苦因苦果，现在唔系啊，小时水苦啊。破除我相，所以无苦果。闻是有量贪，所以逆就是有量贪。除名超缘以贪逆，第一贪就是现在念那个，开始个到缘有波罗蜜的两句了啊。讲也跟缘有波罗蜜了，因为有把这土个两贪，超出通常缘个范围。来团除众生的疑妙，一个法经文上有两贪，所以讲有逆除明缘体，第一贪到非缘有波罗蜜的法哈，有两句说明缘有的当体，六波罗蜜中缘是苦相，缘多彼岸，苦相以离，抗彼岸回岸，随苦随缘。以生意地中啊，能所量息无欲无受欲者，安有缘乎？以此观之，好八戒菩萨不通妄欲，一切妄缘矣。我先讲两句，他就是头两句，这是在头两句。佛对释菩提讲：释菩提啊，修六土的时间。不是持戒缘欲，最难行的就是缘土。修缘欲波罗蜜呢，缘乃各种的污欲都能缘乃，由此多彼岸，为之缘欲波罗蜜。二来说，非缘欲波罗蜜，非的意思啊，就是有把这个两坨，一个缘相不可得，有把这两坨啊。苦相不可得，忘记苦相，所以非缘欲波罗蜜。个主解方解释讲话，有那缘欲个根本修持个法体啊，或者名缘体，在六波罗蜜当中呢，六土中啊，缘是苦相，缘啊，你看个四修地带，一把千里个多诶缘。产业心慌，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修缘是苦的现象，但是修缘多了多彼岸了，就是说我方一直一空了，多他彼岸。因为修缘有我方一直一空，苦相一离，无我执无法执，就无了个苦相，苦相已经离去了。何况彼岸的假名也不可得。彼岸非彼岸，没有实体的此岸彼岸可以分辨。彼岸只是因陀众生离苦得乐的假名，没有实法。彼岸非彼岸，这个模式体诸法都是无自性模式体，哪有苦哪有缘呢？随苦随缘随是你们此，跟哪有没个苦相可得？彼岸都没释放，苦相不可得，缘相也不可得，
所以在新义地就是天义地，在天义地的理性当中啊，人数量实，实是实情，人数量亡的意思，人数的人所受的苦相，所受的法门，现出的苦相，两种都是什么？统统不可得，因为我法已空了。所以莫讲话接受人的侮辱，因为痛苦，连人的辱侮辱的情况也不可得。谁去侮辱呢？所以侮辱世间的辱也是假名啊。比如讲话人骂人啊，用一句恶语来骂人，个骂人的法则是一种个啥？个啥样把去侮辱到你呢？比如讲啊，人骂人一句话啊，你俩坏东西，坏东西好像是恶语啦，什么哦，你侮辱到你啦，讲句坏东西。可是俩三者是不能同时发出来，坏事出来。这样等懂事出来，懂事出来的时间坏事做了某些了，等到喜事出来了，懂事又没了，三家事查回来根本不可得某事体，而古人错事也没错来骂你啊，你三家事没错来骂你的，你也明白这种道理吗？欲侮辱的欲不可得，骂你坏东西，坏东西的假名不可得，因为你三家事查回来某事体可得，某事体的坏可得，东西见亡，所以也无用，也无受用者，万一去受用呢？万一去接触这种的无用呢？因为用上下不可得，哪里还有受用者呢？还有缘故，还是疑问词，这还有缘吗？缘相也不可得。就按你看起来哈，以此观之，以此观之的地方，人讲土话讲，就按你看起来。这样来看起来哈，学八戒的菩萨，修学八戒的菩萨，唔但将爱忘去欲，一切爱忘去缘，缘相也不可得啊！不通忘欲，唔咩单单的忘去人嘅欲啊，就污欲嘅欲不可得，连缘相也不可得，世间能缘嘅缘相也不可得，一切忘缘而双者应当要把跟能缘的缘相也不可得，你站在真正修缘欲的问题，站在缘欲波罗蜜的实义，真实的意义啊！莫说那个哎呦哎呦，假设你来骂我，我缘下来了，我强缘下来了，还有两个念头哈，这就是有缘相，这还有偶相，人家偶相就损害，所以说缘相不可得，偶相就空了，就没个偶相了。也就是说明你的人的实体本来应当按你做，而修人又不了咩？他俩爱做到按你的长途，必听爱有八戒，爱有八戒，莫把这个智慧去分析了，你就会执着个哎，今晚还坏东西哟、哦，让人有事实。你用把这个智慧去分析坏东西，三者是分开了了不可的，莫是体好的，而俩三者是本来没做拿来骂人用的。也没专门出来骂你的，你用智慧按来分析，分析到最后不可得，所以两边听到用把这些两头，所以为什悔缘又不了没？这悔的意思就用出来两边行，所以下面不可以改一个四名，你要用四名同不得啊，所以改四名是不应该有。家庭你读金刚经还有四名两句可以不是读。唔识读，应当念咗二来说，悔缘欲波罗蜜，即系叫何而故？样板讲，悔缘欲波罗蜜呢？下面要说明你嘅缘嘅现象，所以讲痴迷缘相，主教响讲痴迷缘相，所以佛对师菩提讲，师菩提，以我是为果力王啊，各切身体，我以你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诸杂相，讲爱从前行菩萨多个时节，释迦世尊几次噶？在行菩萨多个时节，有神修炼的一生的真吃苦的缘的证明啊。所以此名缘相有两摊，有两摊，一因一生真吃苦缘，先引证一生的缘，一生的缘就是缘一个果力王国才神的，属于一生的缘。后面两行哈。
师父的语音过去以五百声状元欲善人，这就是道成的人，这为天一堂道成人，不是单唱小一声，道成中央安的小人都啊，先讲一声的人，一一声的人呢、啊、就是果粒王国接神的故事啊，一个故事啊，来休息一段时间再讲啊。现在讲过去是假设准啊，在行菩萨托的时候修人波罗蜜，所以有一生的最不容易做到的人肉土啊，就是果粒王国接神体。所以经文讲师父体以我是为果粒王国接神体，果粒王国接神体的经过的情况呢，在主界上啊有说明，讲运用这个一生修缘的事情来证明，证明这个吃苦的缘，人体修缘啊，虽然吃苦，但是结果啊，就是破除我执法执，所以结果就只有快乐，无痛苦。从下那个苦恨，已是苦恨，复是尘行，个下那个缘苦缘的痛苦，清苦的修行法。释迦牟尼佛往昔行菩萨陀的时节，曾经呢实体去做过，故因果律之事啊也证之，因此是故印证那个当时去行菩萨陀的时节，做你的果律王国切身体的实际的事情啊，来证明讲话人体修缘，果体究竟成佛。为世尊王家作显人，山中修塔辟果粒王国切身体，讲从前释迦世尊呐、啊，佮本身的事情，在那个山上修那个圆融波罗蜜啊，该当时行菩萨他做显人啊，在山中修那个修行方法跟修塔的方式当中呢，以修缘为根本。当时某一种作业到来的果粒王国切身体，果粒因突发次元铁恶果粒两家是因突发凡生中国法的铁恶，就是一个恶王啦有的地方反作恶神即亲雄恶的一个鬼王，当时一个鬼王去雄恶，要慢慢发生那种事情呢，因为当时啊一个果粒王愿意去山上打猎，去山上打猎的时间呢带了真多种我菜所以同回出猎，带了真多种我菜回子到山上去打猎，打猎只有多疲倦啊，疲倦已侵，果粒王疲劳倦怠了，就在山上啊就休息，那个衰木亲嘛，就衰木了。而且说个衰木的时间，跟着中午菜呢，暗暗没事情啦，就满山上就进去老进去看。渡河山当空啊，是假设中个前身，行菩萨多个时间做显人，这个山空啊，这个大潮啊，这个用功修行，所以飞往离仙。跟着中午菜回子就看到个山上一个仙人，这个为清楚修行用功啊，他可就向那个仙人礼拜正在礼拜个仙人个时间呢，两个果粒王摔伤了，摔伤了看到跟着人全部就这样就马上一请请到山当中看到几个中午菜向个年轻个修仙个人向其礼拜国王那个果粒王看到个时间就请遣所以王去准会，王就是果粒王，果粒王看到请遣就来到仙人的面前，把所有个五人排开，他就来到仙人的面前亲自显出，亲家就来到仙人的面前呢问仙爷，那个果粒王就问个修仙的人讲，第四个方解缘不得，这两句话文字清简单第四个方
解远不得，你看个叫解释啊，分清楚了啊。你们国立王去按你们，哎，你在那边修，你做嘛干？用个修行，啊，干修行，你有真的阿罗汉过吗？提示过阿罗汉过吗？有么？没有真的。干有真的三个吗？么？也没有真的。干有真的二个吗？也个么？干有真的初个吗？也个么？哈？你四个模一样的多啊，个四个就包含初个、二个、三个、四个。金门那时也就对最高门啊哈，哦、啊，真阿罗汉个就最究竟个了啊。一金门门到初个都个模，所以讲解缘不得，看个解释哈。个四个从四个门啊哈，提起阿罗汉个门啊哈，三个阿那含，二个石头含，初个石头人，一金门。都个冇真个，跟你人初个你都冇真多，啊，跟你都根本上还是一个凡夫啊，啊，所以王爷，你去年少啊，以为得个，岂有贪欲烦恼？任何执意改我五年啊，嗰啲王话就讲，跟你都完全冇真个，跟你人初个你都冇真多，跟你又还按人强。啊，这是年富力强的时间，跟你又忙又得过，忙又尊过，跟你应当就有贪欲啊，也有烦恼啊，就有贪嗔痴就到了。跟你做嘛该可以因依来看爱该五年啦、啊。嗯，你既然修行，你做嘛该东西，你又没尊过，你是一个凡夫，充满烦恼啊，跟你就贪心看爱该五年嘛。显然讲，显然，我虽未贪欲的啦。人前内心失无贪差，个爱虽然忙有贪烦恼，结啊，结是结就是烦恼。个爱虽然忙有贪烦恼，也没真出过就贪见非八十八十啊，连出过都忙有真就烦恼充满了，忙有贪烦恼啊。个爱虽然忙有贪欲结，忙有贪那个欲念啊，变那个烦恼个结是，爱都还忙有做到。但是呢，爱内心嘛，实在爱无贪错，也没几是小菩萨托啊，唔咩小散文法，也交叉了哦。嗰啲王唔了解菩萨托啊，用爱小菩萨托内心嘛，实际上爱无贪错，无贪欲。爱既然无贪错心嘛，用办法无贪错呢，也没有虚念无常不强固，爱常常观念修炼个无常观。修不强观，我有这个修持，凭这个功夫啊，我众人忙有贪烦恼，忙有尊过，可是我不会起烦恼，我不会贪错，嗯，啊，你的话，国立王不相信啊，怎样有可能讲话，你是一个凡夫，不会起贪错，我不相信，所以王怒过去。国力王天啊，跟你来讲个法都骗人的呀，我只是看看你我痛苦嘛，所以就讲把这个身体里割切啊。看如果你啊能叫人不会痛苦，哎，我来试试看，讲起来你给割下来，不痛嘛？啊，也都表示讲，我根本上啊不在乎你啊一套，你都你割好了。左右你的割下来，屁股阿的削下来，手阿的剁脱，脚阿的剁脱，啊，所以不是节节几节，啊，该当时国力王割切身体哈，啊，一摊一摊的几节，啊，手脚都得剁脱，干啥非常痛苦的事情呢？所以不是啊，王克震怒割切几个身体，那么一些问题记录讲，挨唔会痛苦。爱莫按你个观念嘛，那是年轻就是因为其已经思想解空啦。啊，国力王做那个事情啊，破坏那个显缘修道啊，所以天怒人怨呐。佛法诸天看到做唔得，就落那个沙沙对天空中落下来，所以天怒啊，以上啊，那个所有的天上的佛法，所有的佛法天中看到按呢震怒。哦，你那个恶王按年来时代啦，破坏那个修仙的人啦，啊，来破坏这个身体，所以唔会落雨落沙条，从虚空中沙沙给落定下来，
哦，佢王朝出长啦，王气参灰啊，王看到阿你嘅情形，嗰啲王看到出长咧，气就是空气，出长，我诶，阿你做唔对啦，田中人烟啦，所以就向呢个贤人参灰，啊，这贤人讲贤士无争，尸体贫风，啊，个贤人自家反映讲，挨起有气热，眼准很闪。挨全身本意割切嘅素材，马上就会烂脱，会坏脱，挨啲身体就冇用。家啲挨都完全冇通准很闪，挨唔会怪人而挨完全冇准很闪。啊，跟挨所有本意割切嘅啊，马上会恢复，所以尸体顿时几个反应啊，就恢复原状。觉得嘅你狂几次啊会？啊，上转气，鼻孔各地嘅上转气，手脚切断嘅同时突然间，通通都会上转气，按你叫做尸体贫乏，啊，那个数量级、脚量级叫做尸体啊，哈，手脚被剁脱嘅通通都会恢复原状，当然，一个耳孔啊、鼻孔啊切脱嘅都会恢复原状，突然间恢复原状啦，嘅王又一看到出将啦，个哦，个人呢显然是优秀啊。啊！而咪结发一个善因讲，结起无尽恨善，啊，无欠业，无尽恨业，那就尸体平复，当下就平复啦，回风原创啦，啊，所以王也就免得遭到天人的伤害，因为善因已经回风原创啦。怎样办能叫回风原创呢？第一啊，佢少人肉唔会见神长少。倒入少量，天衣啊，将人肉都早就已经成就，佢已经无思想，无偶像形象等思想。所以下面啊，佛子家嘅经文上解释讲，啊，我以你是无偶像、无形象、无众神相、无受者相。要到经文无嗰只无字，只有天机无偶像，就系一种形象、众神相、受者相。啊，要到也要有嘅。现在书本上就有啊，讲佢当时挨无偶像，也无人像，也无众神像，也无书札像啊。我们个无思想呢，何以故啊？我以往事节节几解时，要有偶像、人像、众神像、书札像，应神尽恨。也说明讲，当时一个既系有偶像，还有偶执，有挨个身体嘅感觉。嗯，该己本来的果里王一节一节几节身体，几节就是一节就倒下来了啊。按你几节的时间，如果是有偶像、有人像、有众神像、有书架像、有这个思想，应当就会升起震撼性。啊，该震撼性一升的时间呢，那几个念法啦就不会升了，全身也就会烂坏。啊，那么全身能够恢复原状，就是因为其无震撼性。啊，要用我等思想，因神震撼啦。啊，所以讲，我以你是无我人等思想，乃无那个思想。有凡现者，当几界时，要有我等思想，因神震撼。啊，还有我想等思想，就会成一震撼性。因我以你是无真，实际上无震撼性。是的，无我呀，又是可以证明讲。该当时，两个人肉显人，就是覆盖含菩萨多个前身，本果里王割切身体的时间，实际上啊，几处某某人的思想，啊，我这早就已经空了，因为某我这嘛，果里王众人割切这个身体，像割石头、割奶一样，割树木一样，佮毫无感觉。唔会有痛苦嘅感觉，也唔会有偶像嘅感觉，也咪叫偶像而穷。不但偶像穷，实际上该当时法执也穷啦。所以将能够啊得到安尼嘅结果，唔会有痛苦，而且身体平复。两个故事，其他嘅结论上说明讲，两就是当时嘅果利王啊，就是两个释迦世尊成佛以后。最先在六牙人通五比修的其中一年，就是我要九成也，我要九成也啊！讲当时的果利王啊，就是释迦世尊成佛的时间，通五比修最先开悟的我要九成也，
因为当时释迦世尊行菩萨托少年有钱人的该当时哈，国力王国切迦神的他不但无事尽恨心嘛，他心中很反应过乃目的在求神佛托，而根本的国切那个神体将来乃是神佛乃是神徒显示佛的太比心哈，讲行菩萨托的时候太比心，他不但无尽恨心嘛，双下反映过乃将来神佛而显吐的。所以后来释迦世尊神佛陀呢照他的心愿，所以最先吐五比丘，而五比丘当中呢恶欲九尘也最先开悟，最先开悟，所以这个恶欲九尘也凡尘总归法呢最初界，最初界恶欲多最初界，就最先了解佛所说的三藏四谛法轮的法，所以最先开悟。释迦世尊言提到人有善人本果利王国切身体，果利王就是恶欲九尘一个前身。那么当时人有善人反映过我将来神佛我要先吐，当时他有按你的心愿，所以他当时就对着果利王说我不但无尽恨心，我双下我反映将来我神佛就要先吐你。所以果利王听到这个法非常惭愧，赶紧跪落去求忏悔，说我按你做不错。所以尤其在应验忏悔的几人将来就真正得到最先得吐，家庭他是无忏悔的观念，佛众人而吐他也不能相应，不能成就，因为他都无而不能得吐的几人嘛。所以当时他的心愿讲出来，世间上你都两种情形不但无尽恨心，双下反应而显吐气，也非常非常难得，也不是今年做得多的事情。世间人普通一般的凡夫的凡情，本人马到日记啊，圣人都会说啊，你大日发起你大一下来翻一次哈，你马到日记我马一次你马到三胎就马到九胎所以人的波幅心往往就要假人冲，见假人冲。可是现在他不但无波幅心无尽恨心，双下反应而显吐气，这一点嘛最最难得，主角很无说明这一点最最难得。他就不但是说无尽恨心，无尽恨心对那位证明呢，证明过我不但无尽恨心我而显吐气，这个念头非常不容易啊，我们学佛受软弱时时记得这一团法，像释迦世尊王是果利王国切身体不但无尽恨心，双下而反应显吐气，他还会做多他还会身体受苦，家庭讲本人骂自己，本人各种的侮辱或者是诽谤都可以忍受，都可以忍受。众人而不发现吐气来讲，而也可以不必失去尽恨心。果利王国切身体双下都不可以尽恨心吗？何况他本人骂到自己所骂的事情呢？所以故人尽多啊，对两日激发方得太利益，而真正受方忍吐啊，都是从两未来。所以从前的太丛林往往有两种的真正修行的人的表现。我从前曾讲过有一个太丛林方有一个老修行无人知名，平常时所有的不是他做的事情被人无赖到他全部承担起来所以上书方的东西破坏了一只盘头打烂的了，实际上不敌骂人打烂。那么当家时看到说哎，骂人打烂的了，没忘人而言，那么两个老小王就说挨了，挨不少钱不都好打烂哈，跟人打烂的买十张了牌，这几次敢没钱就去发人他辛辛苦苦去发，发到有钱买到十张了牌，实际上都不是几大的，一次也按呢，两次也按呢，三次也按呢，先有打烂碗打烂东西破坏物品是上书的，他统统承担了，他变成这个打坏东西的专家呢，
诶，当教水感觉到奇怪啊！热堂几百人，平人都冇大啦，进门都系二，进门都讲系二，感觉到奇怪。所以个当家水员嘢，去做下行看到那个厨房行，有冇啲个老小人做行堂啊？有冇看到厨房行、家属行有一只盘条啊，歪坏嚟个白条啊，已经变条歪坏嚟。当家水看到做有忙人啊，就脚一踢，就把个烂盘条就踢烂跌下来，就烂喺地下上。那么等下个做行堂个老小人来咧，我讲一万人打你啦。佢挨啦，挨唔都好打烂脱。家下当家是张地讲，原来以前唔知几多次讲打烂脱嘅东西都系佢买来赔吼，实际唔系佢。根本嘅当家是亲身经验，亦都面面都系当家是自家脚掌踢下来嘅，面面唔系佢。可是问到佢，佢还是承担下来。啊，面无怪色，佢挨啲唔会错去挨，挨会赔。啊！赔少争啊，不雷要上班翻嚟赔，所以家下当家上门而讲，佢都明明唔轻，然而都帮我承担啊。佢就答二句讲，剑光剑光过呢王过车上啲行去，不去整天时，跟挨压力嘅二只烂盘头有乜嘅事情啊？做得多呀，看万人发现咩难嚟做啊？看礼拜嚟踢二只，也就是显示古人哈，真正爱承担人嘅小行。功夫传那位哈，错了位，他真正能够做到的呀，他都是采取基金文行谈到的使用。太感人金光金都读清楚，可是这个小人用，看到我能够受得了的，看看我真受真受哈，莫讲我个切身体啊，马都已经连跳蚤叫谈到嘛都唔掉，所以。讲就挺容易啊，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所以你就是说明讲，释迦世尊往昔几行菩萨，透过时间，果力王国这身体为最痛苦的事情，其双亲能够忍耐下来，而且跟磨打磨刀也毫无意义啊。唔会讲话有乜嘅原因哈，后来接受了嘅苦恼，完全毫无意义啊。其初年在咁样用功修行，那而家讲我才用是几次假照来看。而且几次家来礼拜，老几都毫无关系，那个果力王胡来乱来，所以这种情况，如果是普通一般凡夫啊，那有天要用绑尺，想办法用绑尺，这些绑尺恐怕什么样就没了啊。所以言辞之故啊，你还以及给果力王国这身体的人有波罗蜜，对修学佛法的人绑出心态，还晓得用啊，就从此就可以成佛。下面还有一段文啊，讲师父提有念过去以五百四种人欲显现，以你所示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还会多生受缘啊。反过来嘅主教讲，你因多生正常受缘，说明讲基本果力王国且神地能够缘呐，唔会像今生修来。过去多神五百世连续修缘有波罗蜜，为不同的神呢，五百世中造缘有显现，无我等思想，不为无苦啊，一切有乐，以真听慈悲相应故。缘有显现，该一神的世纪呢，恐怕是五百世的最后一世，或者五百世以后的第五百空一世。所以过去已经有五百神生生世世修缘，那非常难得的事情，不容易做到。实际上在六土当中啊，最难做的就是缘欲土，最难做好的就是缘欲土。所以佛为高经上有讲，缘子为德啊，持戒苦恨所不能及，修缘欲土啊，一下嘅功德，自己嘅功德不能缺，其他嘅苦恨也不缺。因为缘最不容易做到，所以修学佛法应当要多方面啊，从缘波罗蜜下功夫啊。以上面讲，挨过去五百世做缘欲善人，现实只修缘欲波罗蜜就已经修了五百多世。第二段经文主要的用意说明讲，
本国里往国切身体的时间能够运输的运输的年龄啊，因为过去已经少了五百成了。如果没过去五百成的人土，你还是神医国里往的事情未必就能够神书的下啊。救恩及少来已经神书，而且这个我方一直已经破除，你到国里往国家神的这种情形几张能够神书。所以说师父的永远过去以五百四种人肉神人啊，以你所是，你所就是该五百四，说我在两个五百四当中呢，生生世世都已经无我相，我只做就空了，无我相也就无人相，也就无众神相，也就无修者相。思想的意义一开始就讲过了，有我相思想就有，无我相思想就空，所以我只做就已经破除。学佛根本啊，也就错两位，家庭不是为了想而破除我执，该有何必学佛呢？学佛的目标就是要先破我相，破我执。所以你在穷的啊，为啥说众人愿欲脱千辛苦，修行的时间谁苦呢？但是结果不但无苦，所以主教讲不会无苦啊，而且有乐。寻求究竟正觉的佛果，该不是最快乐的事情吗？这么的东西讲，修不这个人众人修苦恨，结果无苦无苦，而且得到究竟出世的安乐，人人在那边呢？以以真天慈悲相应故，因为其老了的啊出世间的真天，就是出世间双双上的太上殿，老了的出世间的真天相应，有了菩萨多的慈悲心相应，愿有善人神修了的国力王国且身体该当时，其不会去真天心嘛。人人就是有慈悲心，因为有几个慈悲心的作用，有慈悲心改过真恨心，以下无我相，有慈悲，慈者能移乐，悲者能拍苦，有太慈心，所以给发现过爱而显吐你，爱神佛爱显吐你，有太悲心，临门一个啊，一下个人国力王按可怜哈，按恶，按凶恶，也是众神心非常可怜。家庭既是无了原因恶因，其就不会轮回生死。众神轮回生死，就是有两个恶因存在啊，有恶相有人相，所以将会啊轮回不息。所以用太悲心是其怕苦啊，所以因为见到太慈太悲的佛果的太悲心相应。以太慈悲心相应的缘故啊，所以将不会有起这个憎恨的念头，不但没憎恨，只有慈悲啊。佛法的根本就在慈悲两件事啊，有太悲心将是佛法，没太悲心就菩萨都不能成就。所以现实说你真正爱修好佛法，要从两个地方下功夫啊，下面根本就听讲了，修好佛法要理想，远离这个畜生的心，而修恩缘啊，而理想，你这样能够得佛法的真实受用，该就是把这个根本。所以根本讲，是故须菩提，菩萨因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可因此，这个须菩提啊，你应当二谛。行菩萨托的人应当而远离一切畜生的心啊，能够破除我方一直就没有畜生的心，就能理想啊，由理想来发菩提心，就是前面的因缘何处缘何福气心啊，因为安的安处在理想的境界上来发起无上菩提心来，这个菩提心就是究竟神佛的心量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佛果。发了个心求神佛，啊，这就按照无上菩提心。那么行菩萨多个人发菩提心嘛，而发理想菩提心，无畜生。畜生众人发菩提心嘛，不能成就。
必听而理想，以理想的心将来成就。要买理想呢，不因出色身心，不因出上下每出发身心，你也在前面上已经讲过，讲不好出错在欲成境界上，念经对色成，意经对上成啊，乃至小米出就是披萨神，让五经对五神所发生的情况，你莫去出错。所以不因出色身心，不因出上下每出发身心，跟阿娘把出心呢，因神无所出心，因动而神意无所出的心，若心有出啊，则为福一出；家庭有所出错，就不能出太八折，就远离八折，所以不是福一出。是故佛说菩萨行嘛，不因出色布施，因此是故佛讲话，修菩萨多个心，莫出错在十法等六六尘境界上，出在十法等六尘境界啊，就不能安住在菩提心上。也个道理还没讲完啊，等留下次再继续讲完，好不？